然后这是全的交换机的滤网，6个月的，所以要把它拆下来洗一下，看到里面非常多的蚊虫，密密麻麻的，很恐怖啊。因为它会吸外面的空气进来做热交换，所以它这个滤网呢是第一道挡住这种蚊虫的地方。6个月就累积那么多，所以可能要缩短，大概3-4个月就要拿下来清了。有大只的蛾啊、蚊子啊、小只的蚊子。这个网子也很脏，要刷一下。好，那如果你家有装全热交换机的话呢，记得要定期拿拆下来洗。那詹姆士装的这一台，它是有会自动倒数6个月的，那时间到它就会亮红灯，提醒你说要清洗滤网。那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这种提醒的功能，所以可能要设定一下行事历，大概3-4个月就拆下来洗一下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它蚊虫累积量会非常的多。好，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我是詹姆士，拜拜。